放马过来，你是想拥抱他吧？尝试的练习一下哈。卯足了劲儿。马龙将会拿出国际比赛、国际大赛当中最专业的一个发球，看看你能不能接到，好不好？成功！希望马龙能够感受这份热情。最后有什么想对我们的粉丝说的吗？谢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，我也希望在世界杯上能有一个好的表现来回报你们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